大家早安，大家早安。现在我来到我家附近的哦，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我讲话，但是现在我来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大公园，然后这公园里面是有一个建筑，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古建筑物，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墨尔本还是持续在封城，所以就出来这边走走，然后带了一个我的野餐垫出来这边走走，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最近很忙吗？我的确最近是很忙，因为我一直都在找工作的阶段。那我也找工作大概已经一个月左右了，所以其实各方面来说都还蛮焦虑的，也希望会有一些好消息。然后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跨州打疫苗，所以但是我之后我就没有再 update 嘛。但是呢，我已经在墨尔本打完疫苗了，江江。我想说现在跟大家 update 一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我要打疫苗的时候，我上一支影片有提到说我要等那个墨尔本的相关就是疫苗服务的人员打电话给我帮我约时间嘛，然后他们也真的在3天之内真的就打电话来给我，我还蛮惊讶的，因为那是他们做事情最快的一次。然后所以他就帮我预约到一间就是公立医院，然后就顺利去打疫苗。那在公立医院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不论你是几岁，只要你打过第一剂疫苗的人都是可以打第二剂疫苗的。所以就总而言之，我就顺利打到疫苗，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身体不适的状况，就刚刚好。那所以现在呢，就墨尔本今天是77例，然后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墨尔本市区里面，所以墨尔本市区的人就要很小心。那因为我已经算是郊区，快要接近他们定义的偏远地区了，所以基本上我这边的状况其实不会到很恐怖，就是好像也没什么案例，有一点点呐。刚开始起头是在我家这边，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都集中在市区，所以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点了一杯拿铁，然后这个是那个巧克力可颂，喜欢。我经常以前我经常会点那个什么blueberry 就是蓝莓 bagel， 然后跟巧克力可颂，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最便宜，就是在星巴克里面是最便宜的，然后相对于其他的早餐店也是最便宜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都很常吃这个，然后就成为一种习惯。
回到家了，今天我的午餐，我刚才去买了一个 chicken and waffle， 有试试看起来超级好吃的，哇，超开心！我真的超级久，超级超级超级久，自从 Alan 离开之后，我就没有再吃过这一间。这一间真的是我家附近最好吃的 waffle chicken 了。嗯，里面超级软，它有附两个酱，一个是枫糖酱，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 butter 吧，可是我对这个酱还好。然后小空也又想来吃，等我一下哦。早安各位，现在我想要先出门买一杯咖啡回来喝，然后买完咖啡回来之后我再来煮早餐。觉得春天真的是好舒服哦，就是可以在这边晒太阳什么的，超喜欢。然后今天我大概还会继续忙我最近在忙的事情，然后对，所以其实老实说没有什么，其实老实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一天这样子。反正简而言之，现在所有都是在待业中，对，就是只能继续努力找工作啊，然后
只能继续投履历找工作，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毕竟现在募的也是蛮惨的，就是数字一直在往上升，那反正就是有奖跟没奖一样，对不对？嗨各位，我刚才吃了一个午餐，现在外面一直下雨呢。刚刚冰雹下了一阵子，然后现在外面就一直在下雨这样子。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黑眼圈非常非常的深，然后又很没有气色，因为最近真的是很没气色。我刚才泡了一杯抹茶，因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早上的时候天气状况还不错，然后忽然间就整个气温像咻跟云霄飞车一样，然后忽然间超冷。虽然我里面穿毛衣，但是它其实是那种洞洞的毛衣，所以基本上说要保暖它也不是保暖衣物这样。好，这样子的 vlog 会不会有点苦？我真的觉得我大学生活真的是蛮无趣的，因为老实说就是一直看电脑啊，然后又封城又不能出去，如果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就好像也没有什么说很特别的一些内容，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待在家里的一个 vlog。 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收看我这次的 vlog，那我们就先下一集影片再见吧，拜拜。